这个、节目其实期望未来，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些店他们经营没有那么顺利的时候，我们这一个团队建立起来之后，可以到各地去帮忙，嗯、把它给他们一些意见。没错，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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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我们先帮自己自顾不暇，救救自己再救他人。对对对，你先救救你自己。我是比较贵的工读生，我是比较菜的工读生。对，哦，刚刚有蕊过啊，我蕊的也太烂了吧！这个段子，等一下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你们刚刚在这边也讲太久了吧？主要是姚元浩，你们三个好像是你们三个的节目哎、欸，我们被唾弃了。我是这样讲，一开始来的时候是我们四个。对，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场骗局，我说不可能。后来他们又说又有人要来，就来两个人，然后两个人还穿得美美的，他们制造了很多的奇妙的事情。好，欸、你脾气真的变好了，没办法，因为你们都不太好，我是好好。来讲讲你们第一天来穿，你那天穿得美美的时候，你来因为他们跟我们说是一场记者会，是，但是我到路途中我就发现是一场骗局。谁会在海边办记者会？记者，就你啊！哎，没有，各位真的，从今天早上他在说话的时候，他还不相信今天是真的记者会。重点是他们也很糗，但他们只讲我们糗。你们四个人是穿着西装笔挺，自以为 F 四啊？讲太多了。因为我来这边，我其实完全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因为这边完全你到现在也还不知道啊。我知道，知道，因为跟现在完全不一样，然后。那个时候我其实当下有点担心，但是我们开始做事的时候，我其实感受到很多你大哥的照顾。哦，你这样讲，我们很感动哎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很担心你。不会啦，你是不是昨天晚上跟他说要在公开的场合说谢谢才有用，他马上就说了。昨天晚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，又林说他谢谢你的照顾，他说你现在想干嘛？然后又没记者，然后没在拍，你现在想干嘛？明天再讲啊。有礼貌，我们没有说他没有礼貌。我们是非常有礼貌的工读生，然后我们很刻苦耐劳。我们一来，我们就扫地。因为你们也没有其他可以利用的地方。好，不要吵架。也不是说用不用问题呀、啊。大家应该可以从这个记者会感受到，我们其实平常店里就是这么热闹。其实我也不是店长，我就是和事佬。因为亚伦在我们的粉丝团上面好像有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是最精彩的。刚刚你们抓住我。他说猜得到。炎亚纶说：“如果猜对，我就表演吞手机。”吞手机。哎、欸，现在网络留言都要负责了。还好，我就是以不负责为主。不过不行啊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。对啊，人在做，天在看啊。我只是蹭蹭流量而已。对，我是绝对不会在上面留言的。因为来，哎、欸，真的要吞手机？吞起来了。无聊吧？我跟你讲。说到做到啦，这个很胖哎、欸，你吃不到，这巧克力耶、欸，还是你要吞真手机？我们应该担心的是吞不吞得下去，不会担心，哎、欸，这很胖哎、欸，你边深蹲边吃好了，会又瘦然后又可以，什么画面啊？好看，他嘴太小了，哦，喂，干嘛、啊？这边拍一下，左边拍，这整只整只要蹲啊！你这个画面就会被截图了。哎、欸，你这个会手机会被换成别人東西，不要翻白眼哦，变成你，我不要，网友会这样子。他叫我宣传一下哦。TVBS 42台周六晚间8点及台视周六晚间10点播出，希望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哦。准时支持。3月19号，星期六，来吧一夜中。来吧一夜中，谢谢。